在艺人否两节，草本林阿妈精彩的发图出系人否两万位，今年彩铁嘅沙器出中干，变出了一枚四十米工厂安装嘅台妹人否两，为艺术人嘅台那么嘅，怎就发图怎就吹条了呀？要发图盘都安排出，你要感受到咧，客家种特别嘅文化特色。其实你公车安装，爱你这么上瘾，张扬一样安泰米的云浮梁，营业中就想到大家注意，大家夏天用十滴云浮梁的延长风，代表受灾祈福。十年云浮梁节，今年虽然无人烟，下种市民太热情，不过依然系在提天朝威仪为文化发通。地铁方按住钱争取，每日都海运费的补助经费，发通做得继续来判例。他就列入了我们特委会一年一度。全国最有特色的艺文活动，就给我们三亿的云浮梁节掌声鼓励。今年强公所每到云浮梁同彩铁木雕结合，由请木雕师傅来做彩铁木雕云浮梁的意象。龙珠产地龙田团结方，你表示龙来到十二。呀，拍你十发通结束之后呢，吼，唔要像打字炮一样啊，只是说说啊，吼，留下一只东西，做一只云浮梁的经验，吼。除了云浮梁戏服，强公所咪安排轻骑梁、荷花梁同彩铁艺文表演，再演出客家种娘娘技艺。我向前搭帮云浮梁，看到田中海文化无穷融的面貌。下新闻用脑，我李波涛。